这几天不见，你怎么这么憔悴啊？我感觉我有些心绞痛。昨天晚上王叔叔找我谈，说住隔壁很凄凉，他送给我一包糖，要我自己出去玩。妈妈出来笑声说爸爸不在家，然后就把我赶到家楼下。叔叔眼中闪着泪光，对比我俩样子一模一样，其实真相只有一个，我知道了。操你妈，操你妈，王叔叔才是我老爸。你妹啊，你妹啊，难怪都说我像他。哦，爸爸，没事出差干嘛？留妈妈在家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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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我一个人离开家，终于走到家楼下，远远看见一个身影，那人是我爸爸。我哭着脸对爸爸说：“王叔叔来家找妈妈。”爸爸沉默牵我的手回家。刚回到家发现了他们在吵架，隔壁王叔叔看着爸爸说不喜欢妈妈，他眼中闪着泪光像姑娘一样。真相我知道了。操你妈，操你妈，王叔叔喜欢我老爸。你妹啊，你妹啊，你们把我妈放大。哦，爸爸，没事出差干嘛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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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小鹿你愿意稍微讨好我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放放水哦。哦，然后你实现了，恭喜意大利 come true！ 哇！操你妈！